家不得不走进电影院来看《绝命逃亡》，开始。对啊，您去了。多说几句。多谢支持。好，多谢。来看帅哥。美女，看女神。你好，13岁。萌萌哒。谢谢大家。很腼腆啊，来，即刻。看完电影千万不要忘了听主题曲。今天全程就是来打歌的，我跟你们说。那候鸟嗓子上。我也觉得你不候鸟嗓子打歌。候鸟嗓子，来了是。还要发微博，那这样，来了是听他唱歌还是要大合照？自己说。